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弘法行。千百年来万里根，怨声四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夜半屠门声。我们人给他的痛苦都会分毫不差的环抱在我们身上，就佛能够彻见这个因果啊。我们人类的，我们反而无知者无畏啊。请问我们出家人是不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啊？那佛陀讲，他说我是农夫，我的生命是我的农田，我用禅定和智慧去浇灌，然后开悟的智慧是我收获的这个庄稼，我把我这个庄稼去分享给大家。佛言：其无恶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惰，不肯作善，自身修业，家事眷属，饥寒困苦，父母教诲，嗔目怒应，言令不合，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虚无节，众共患厌，负恩违义，无有报偿之心，贫穷困乏，不能复得，孤教众夺，放之有散，传述唐德，用自正给，丹酒嗜美，饮食无度，四心荡逸，鲁户抵突，不识人情，强欲抑制，见人友善，妒及恶之，无义无礼，无所顾难，自用时当，不可减小，六亲眷属所资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深，不信作善得善，为恶得恶，欲杀真人，斗乱众生，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愿令其死，如是世人心意俱然，愚痴蒙昧，而自以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
恶逆天地，而于其中希望侥幸，欲求长生，会当归死，慈心教诲，令其念善，开始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肯信之，苦心与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于修善，临穷方悔，悔之于后，江河几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微阔有名，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待者，属之自然，应期所行，央求追命，无得纵舍，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息，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恶，五痛五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所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弥还之道，是为五大善也。你说这些道理重要不重要？啊，虽然这个满世界都是这个，但是啊，没有去总结，没有去总结这个跟我们的命运之间什么关系？如果不了解这个，请问你再会赚钱又怎么用啊？你读书读的成绩才子有什么用啊？啊，你当官当的再高有什么用呢？这些道理如果不明白，你本身就扮演的就是一个你自己就是个糊涂人的角色，自己的行为准则都没有建立，就是无论的外在的那些成就，最后都是一场哎，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这些就是作为佛，不要说佛了，我们现在都非常想让大家知道，哦，人生在世啊，应当什么当为啊，什么不当为啊，就像你开车开出去，你总要认识红绿灯吧，你如果是个色盲，红绿都不分，那你开车出去不单对你自己危险，你对别人也很危险呀，你手里有个车的呀。所以我们这个人生，你看这人生是不是个利器啊？人生很厉害的，我们这个人啊，好起来会很好，坏起来很坏的，一个希特勒你把个世界搞的啊。所以这些人的最基本的人性啊，人道啊，纵使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全天下人都学佛，但是我们也不能替代子子孙孙的他们的生命，哎，老子爷爷都觉悟了，但是孙子儿子孙子还是得学，就好像你吃了上顿下一顿还是得吃，前面一代人学佛学得很好，哎，这个唐宋元明清，哎，各个盛世的时候学佛学的都很普及，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学佛学得很好，但是不能替代民国，也不能替代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人因为这个生命的知识，谁知道谁受用，对不对？你比如说啊，你爸有驾驶证啊，你出去就不要驾驶证了，你必须得去考学理论，学路考都得通过了，不能替代的。就你自己好了，你吃了上顿，你说晚饭吃了没有？中饭吃过了，你自己也不能怎么吃了中饭替代晚饭的。所以念佛也是，哦，念佛念了没有？我昨天念过了，哎，昨天念过，今天就不念了。
所以有一个法师去亲近印光大师，就问：“哦，这个怎么修行啊，法师？”他就问他：“你是哪来的呀？”他说：“我是关中寺的。”“你是哪堂口的呀？”啊，他一听说：“哎，那你不是法师吗？你法师还问我这个干嘛？你本身就是法师，讲经说法，你还问我佛法怎么修？”他说：“修行跟吃饭一样，跟那个讲的很简单的一个，是这样子。吃饭是不是这样？”早饭吃了就还吃中饭，中饭吃晚饭，对不对？昨天吃了吃今天，请问别人能不能代替你吃？你老爸代替你吃，你儿子代替你吃都不行的，必须得自己吃。吃了上顿吃下顿，吃了今天吃明天，不能替代的。学佛也是这样的，所以纵使我们学得很好，你也不能替代，你唯独的只是引荐，让你儿子了解佛教，把他引入佛门，这个就是你对他的爱。除了你给他钱，你给他世间的衣服资具，同样还要教给他人生的正确方法。我们再看一个片子好不好，五恶之杀生。你看这个杀业啊，在我们世间非常的常见，几乎你出去菜场里满街的都是这些啊。我们对杀生已经麻木不仁了，其他的血淋淋的生命，我们在我们眼睛里看就是一道菜。这个人类何其的傲慢啊，这个物种这个就特别有问题啊，我们人类啊。所以现在不管天地啊，各方面的，我们人都在遭受着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这种啊回应。五恶之中，杀生最恶。诸天人民、旁生乃至各种昆虫等，无论是人类杀害动物，还是动物界自相残杀，处处都有弱肉强食之象。杀生所感得的现世报，即是不知做善事、孝顺父母、供养三宝、乐善好施，此等善事从不沾边，反倒是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放火、忤逆父母、五毒俱全、坏事做尽，最后的果报就是遭殃受罚。自己受的叫本殃，子孙受的叫余殃。严重的恶行不单本人遭殃，还要累及子孙后代。不仅如此，被业力牵引，自然堕入恶道。我们的起心动念在天地之间都一一记录在案，所犯恶业，即便侥幸逃过世间法律的制裁，但是却无法逃脱因果的法网，机缘成熟时果报自受。世间有鳏寡孤独、盲聋吃哑，都是前世造杀业所感召的殃祸。那些身份尊贵、才学高超，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这一世感得如是善报。杀生不仅有现世报，还有来世报。杀生不仅现世受国法惩治，受终之后，后世还要承受更加深重的果报。先是失去人身，进入幽冥恶道，受地狱、恶鬼、畜生等恶趣之身，所受罪罚远远超过世上最严酷的刑罚。到其他道受生的时候，不管形体如何变化，都要独自承受，无人替代。在受殃果报未尽之前，始终要和冤亲债主在怨恨杀戮中辗转轮回，无有出期。这是一大恶，一痛，一烧，好像大火焚烧我们的身体一样。如果有人在浊世当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不管他人是否行善，是不是都作恶，我一个人也要坚持行善，持戒离恶，这样就能获得不杀生的福德，度过生死苦海，获得人天福报，乃至解脱涅槃。以杀生的罪业，如果不忏悔，
将来必堕地狱，遭受烈火等巨苦。人们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谋取财富，丝毫不顾及将来的苦报，在湖海中撒下巨网，大肆捕杀各种鱼类，在山林中布置陷阱，肆意猎杀动物。萨多洪，嗡班萨多洪，班萨萨多洪，啊！没有佛陀的恩德，我们能怎么知道自己的罪过呢？啊，这个杀生的这个当下的那种残忍，剥夺一个生命，所有生命的特征都是爱其命啊！所有的生命都是爱其命，蚊子、苍蝇都是一样，啊！所以天地间最大的这种残忍莫过于夺其生命，因为天地有好生之德啊，所以杀生者也是最大的一种逆天，哎，道行逆时啊，逆于天地之行啊，所以这个往往杀生多的人，他是命运就是非常的那个。两年前吧，有一个富翁，所谓的首富一样，哎，忽然死了，死在水里。哎，我看这个我就嫌他这个富翁，他为什么会死在水里？年纪轻轻的。后来他除了是富翁，他还兼河蟹协会会长。因为我们接触的人多啊，看的人也多，有的家里小孩子啊，就是种种的病怎么看也看不好，原来都是他的爸爸杀过的生，爷爷打猎杀的生，这些冤亲债主报不到大人身上，有的报到小孩身上，反正就给你报仇算账啊，这个在民间是很普遍的现象。杀生就是短命、生病、眷属不和。一个杀生的人，他的个气场特别不好嘛。哎，所以不单单自己的命运不好，自己的小孩啊、父母啊，身体都会差。所以有的人啊，跑到这儿啊，师傅怎么办啊？我家里爸爸妈妈身体不好，怎么样呢？我说你是干什么事业的呀？他说我是卖鱼的。说你卖鱼的，你爸爸妈妈身体还会好？怪了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殃会报自己家里的，他会追的。所以这个天地之间，这种最惨的。所以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乃至社会国家的命运也是如此。为什么会打仗啊？为什么杀人无数？那个一场战争死亡那么多啊，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就死了几千万人，全世界几千万人啊，那你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啊？历史上历次的战争都是一死死几百万几千万人。所以这个杀生在人间成熟的时候，就会成为人间的刀兵劫。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夜半屠门声。前面还有两句，千百年来万里根，怨声四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夜半屠门声。那些动物在哀嚎的时候，它就会映射到我们人类的身上来，哎，我们人给它的痛苦都会分毫不差的环抱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你看那些猪都像机器一样的这样子的时候，这些镜头就会发生在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上。就佛能够彻见这个因果啊，我们人类呢，我们反而无知者无畏啊。
世事无恶，勤苦若此，无痛无烧，辗转相生，但作众恶，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入诸恶趣，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招，世众见之，生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至喜酒后，共作冤结，从小微起，遂成大恶，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慧，痴欲所惑，随心思想，烦恼劫富，无有劫也，后喜争利，无所醒悟，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喜，随以磨灭，身作老虎，酒后大惧，天道失章，自然纠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松松，当入其中，今有事，痛哉可伤。佛语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救善，弃捐所思，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所为失，终得度世泥环之道。佛言：如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熟思之，能于其中端心正行，主上为善，率化其下，转相敕令，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佛语教诲，无感亏负，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无量忧怖苦痛之道，汝等于是广执德本，不恩施惠，勿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唯德立善，正心正义，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悉众善，无毛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相期待，辛劳勤困，饮苦食毒，如是恶物，未尝宁息，吾哀汝等天人之类，苦心慧欲，教令修善，虽依开导，授予经法，莫不成用，在意所愿，皆令得道。佛所有旅，国亦秋聚，弥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兴人，勿修礼让。佛言：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甚于父母念子，今我于此世作佛，降化无恶，消除无痛，绝灭无烧，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生无为之安。吾去世后，今道见灭，人民惭悔，复为众恶，无烧无痛，还如前法，酒后转聚，不可悉说，我但为汝略言之耳。所以佛陀的威德力啊，纵使在这个五浊之世，
他走到哪里，他的教风就形化到哪里，自然就威德感化了，众生就弃恶向善，乃至贵为帝王都会做佛弟子，甚至很多的王子追随佛陀出家，很多的大富长者啊，当时的这个印度的名人都会追随佛陀出家。像这个我们去过斯里兰卡，那斯里兰卡是个海岛国家，就这么遥远的地方佛陀都亲自去过，有的传说说四次，有的说是七次。那你想想看，那佛陀游化的多大，他的范围有了多大了，在印度那么多个国家，就因为他的出现全部都跟随着他改信佛教，以前都是信婆罗门教啊，信其他的宗教的，但就是他的威德力啊。我们那边也写了一个啊，文化栏里面也写着啊，我们是文明的传承者，我们是文化的缔造者。请问我们出家人是不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啊？社会上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请问精神文明重要不重要啊？所以出家人也是劳动者。那佛陀讲，他说我是农夫，我的生命是我的农田，我用禅定和智慧啊去浇灌，然后开悟的智慧是他，是我收获的这个啊这个庄稼，我把我这个庄稼去分享给大家。哎，我们是不是都受到佛陀的惠利呀？佛与弥勒，如等各善施之，专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于是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佛所说甚善，世人十耳。如来普慈哀悯，悉令度脱，受佛重诲，不敢违施。他方佛国啊，都是修善呐、啊，没有恶或者恶很少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无恶无痛无烧的世界，我们能够有鉴别力，能够止恶行善，能够独善其身，能不随着这个业流而流转，这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是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你这么做就合理的，对不对？你闯红灯被警察拦下，觉得他前面也闯了，他前面闯他也扣分的，一样的。哎，人间的这个天网恢恢，所做的身口意的全部都有他的果报。那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天下就这样做的呀，啊，不能把别人做的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们要有自己建立正确的准则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如果在娑婆世界这样一个五浊恶世也能够独善其身的话啊，清净一日一夜，他的功德相当于极乐世界怎么样修行清净修行一百年的功德呀。你看这个厉害不厉害，你就知道我们还要换算，我今天就不多换算了。你知道极乐世界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多长时间吗？所以我们说这里一天是那里一百年，但是指的不是这一个概念。极乐世界的一百年再换算到我们人间娑婆世界，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有时候坚持真理啊，虽然好像很难，但是啊，果报非常大，实际上福德非常的大。所以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你看这两天我们吃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吃八关斋戒这个功德啊，你要去查功德，那是不得了啊，灭多少多少多少的罪啊，然后啊，以后这个多少的福报都是因为今天受八关斋戒而来的呀。因为在这个五浊恶世能够清净一日一夜手持八关斋戒，这个福报是不得了的啊。那这个都有那个啊，我今天在这里就啊没有去具体给大家算这个账啊。所以在这里面他也说，在这个世界啊修行一日一夜胜过极乐世界百岁，修十日十夜胜过他方世界千岁。为什么难呢？为什么功德这么大呢？就难行能行，功德大。佛陀这边讲了他方世界
多善者啊，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然后我再讲我们娑婆世界，讲我们这个世界，你看啊，多精准的描写啊，为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啊，勤苦求欲，这个打工啊，造恶业是不是也造得很辛苦啊？勤苦求欲啊，那个就，这就是他也不怕累，哎，他这个，他真的是，你说那个钓鱼，你请问钓鱼的是他钓鱼还是鱼钓他呀？他也不太怕累，哎，在那拿个杆子，眼都看花了，还在那里，哎，鱼笑死了，我就不要钩，啊，这个，哎，勤苦求欲，转相期待。他自己欺负自己啊，欺骗自己不说，他还骗别人，啊，转向期待，辛劳行困，每个人都奔波的非常憔悴疲劳，每个人都觉得忙，身心疲倦，都是这样，哎，然后怎么样？下面四个字，重点来了啊，饮苦食毒，你看佛陀厉害吧？3000多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什么毒大米啊，毒牛奶啊，对不对？请问大家现在社会上买的那些食品有没有色素啊？色素毒不毒啊？添加剂毒不毒啊？那些化学产品都是很毒的。请问我们呼吸的空气有没有毒啊？那个雾霾是不是毒的呀？我们喝的水有没有污染啊？我们种庄稼的大地有没有被污染啊？我们怎么样逃不掉这个饮苦食毒这四个字啊？佛陀你看这个概括的多么精准呢、啊、饮苦食毒。西方极戒是出三戒之因啊，你在天地间你承诺不杀生，那你命中过去杀生的这种恶业会不会消掉？马上命运转变。阿难尊者恭恭敬敬的面向西方礼拜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明就照过来了，大山江河全部就是没在这个佛的金光中，登峰召集信为机子，大菩提树智乃根芽。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新逢教校报恩月，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地藏法会，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时间每日下午1:30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1673，03831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三剂 COVID-19 疫苗。打疫苗进程都爱吃饱、睏了饱，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长辈摆有厝的人，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哦，会有医生甲你评估。假使讲咱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千万甲比起来，打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用等于厝休困啊。等于厝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发超过48点钟的时阵，哦，感觉讲呢喘气喘袂哩，会晕、会戆，心肝头跑不出来，啊，佮有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咱去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分比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佛学名词灌顶，灌顶是佛教密宗一个很特殊的仪式。但是什么是灌顶呢？在古印度转轮圣王的太子要即位的时候，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代表从今以后，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你要接续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子，开始统治这个世界。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衍生到佛教来，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大日如来以智慧的般若法水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在密宗，灌顶叫做授权，也就是透过灌顶，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身口意。身我们要比手印，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以及种子字，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从今天开始，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慈悲利益众生。我受了阿弥陀佛的灌顶，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灌顶除了授权，除了资格，也是一种责任。至于灌顶是不是真的透过种种的仪轨呢？是的，有可能上师会用一个宝瓶放在你的头上，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灌顶有瓶灌、密灌、智慧灌顶以及慈意的灌顶，但是最重要的是透过灌顶的仪式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从一个凡夫进而成为一个佛陀。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就要看我们内心有没有得到净化，未来的行为有没有越来越像佛或是菩萨的行为与修行，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满明年呢，东孙杰东钱部，吉田康吉，库里奥达，娘们的球技，东部呢，日野杰部，日日咱们的球技，马古呢，太野家族，咱们的球技。常年三界的人伦都同居的人中国的居住外地西北在墓面前的哪儿没被鸟啊眼前的墓里被明白他们的三年出居三界的长寿身边心坎他们是无损的同心三月的九日记欧姆瓦吉拉阿罗吉阿红欧姆瓦吉拉阿罗吉阿红欧姆瓦吉拉阿罗吉阿红。